嗨，大家好，我叫 Henry Yang， 然后我这次是去美国的圣克拉拉，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带回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就是说像我们 Mozilla 它是 Mozilla， 然后我们有各个使用者，然后角色看，就是它那当时是让每个座位都有分配一些不同的角色，然后让我们可以选择座位，就是选择座位，然后各个座位你看有些像有 Wizard， 看 Wizard 就是所谓像说硬干派的，就是热血派，就是他自己写成是给自己用的，对。然后像我比较像是那个 Insanity， 就算是热爱科技类的，比如说他这主要是说让任何。因为马兹莲是从各个类型的人都有，所以变成说，它可以让你选择你像是哪一种类型的人这样，所以变成说，你就可以拿你属于你自己的胸章，然后这样看有各个类型的部分。好像这个纸卡也是，它这纸卡的话是变成说介绍我们那些马兹莲每个类型，像看 BDB 它是做什么事情的，然后还有像这些，像这个是守卫，它是做什么，像是它是 Facebook 的，然后看 Middle Manager， 你看就是一个像是经理人的这样子，然后看还有 Even Green 这样子。这次他的做法蛮酷的，说让我们各个马兹莲可以选择属于自己适合类型啊，然后代表自己说可能是类型，然后看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可以做交流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嗯，好，那你去参加的感想呢？这次算是就是我是第一次去，然后感觉是说就是变可以跟各国的其他人做沟通，因为对我来讲我英文没有那么在行，所以我觉得让我最学到最多的是我有勇气尝试用我的英文去跟其他马兹莲沟通，然后让我可以了解到其他们国家的文化，然后也了解他们其他马兹莲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这样子。 OK， 谢谢谢谢。